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主持人蔡小军。全国社大正走到了关键性的一刻，在天时人和地利的现在，基隆社大也规划出来未来的新愿景。今天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带我们来看未来蓝图。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教育处终身教育科科长薛丽萍薛科长。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各位观众大家好，薛科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基隆社区大学校长蔡素贞蔡校长，同时是我们社区大学全国促进会的理事长。美丽的主持人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校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台湾国立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的副教授安家芳安老师，同时也是我们社区大学的口述历史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安教授好。好，先来呢，要带大家来看我们基隆市是率先全国推动了全龄还有实体社大，完成所有社大人提倡十多年的梦想。基隆市长林佑昌与教育部次长蔡清华及教育处长林助理等人共同主持社大2.0基隆领航仪式，宣布基隆率全国之先推动全龄实体社大，完成所有社大人倡议十多年的梦想。我们基隆社大也在擘画未来新的一个愿景，所以我们愿意率全国之先，在全国社大大家共同的一个理念跟愿景之下，在基隆来推动全龄社大跟实体社大，我想这是创全国之先的一个创举。那过去倡议了十多年，一直没有办法做到。那我们很高兴，我们全国社大的所有的这些精英们，跟过去的倡议者、领导人，包括两位次长，他们都愿意来支持这样的一个行动。那而蔡理事长他刚好是一个最优秀也是最恰当的一个人选，然后他接受我们的一个公开遴选，来参与这一次基隆社大校长的一个遴选的一个过程。好，那我相信未来借由他的一个丰富的经验，那这个全国的一个社大，台湾的社大，可以走出一条新的路来。出席记者会的教育部次长蔡清华及全区部次长朱南贤都是过去的倡议者，对于基隆市长林佑昌率全国之先对社大转型给予高度的祝福和肯定。尤其是我们在108课纲非常强调，学校的老师还有学生要进行所谓的自主学习，还有弹性课程的一个设计。那这一部分我们社区大学拥有非常丰富的能量，还有我们的这个师资。那这一部分的话呢，我们非常期待。那很高兴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来出席今天的这样一个盛会。那也非常佩服我们林市长这么样的一个眼光，而且这么样有行动力，而且非常的投入。刚刚市长提到那个实体社大，这个在15年前我就提出了，希望能够做，但是很难做。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学校也很满，然后只能找偏远地方。刚刚听到市长讲说，以基隆的那个地形啊，一定要找人多的地方来做实体社大。这完全是前瞻眼光啊，务实的做去做的事情，所以非常高兴，非常期待。教育处表示，为了打造符合新时代的社大2.0，基隆将作为社大梦想的实践场域，擘画全龄实体的社大愿景蓝图，透过社大转型带领风潮，让社大的新运动从台湾头基隆起航。真的是全国首创我们的全龄我们的实体社大，那当然这当中一定有非常多的风雨期，我们要先请薛科来跟大家分享，规划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应该要先从，其实这几年基隆的市容有很大的改变，整个城市在翻转。那其实也不是只有硬体去做翻转，我们的文教、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其实也是一直在做改变。那刚好整个基隆社区大学是基隆唯一的一所社大，然后也是全国唯一的一所政府100%支持的社大。那去年其实我们董监事会一直在讨论说，在这样的一个时机点，我们要去做什么样的改变。
然后怎样的升级。那确实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去思考了很多面向，包括社大给的原本就是可能，虽然我们是终身学习的单位，但是我们的学员可能普遍就是相对年龄层比较高一些，那怎样让我们的学员可以年轻化。那再来就是也因应的社大发展条例的专法通过，其实它打破原本以前18岁年龄的限制，所以这个就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讨论。那去年的董事会也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我们希望我们的校长就是未来的那个对的人，他可以带着市府的期待跟我们的规划去带领基隆社大往前走。所以去年我们勇敢的做出一个决定，我们要公开遴选校长，所以那时候我们全国广发了英雄帖。那真的是一个蛮艰困的任务，也很担心就是谁愿意来承担这个重责大任。但后续确实有蛮多的佼佼者来投荐，那真的我觉得基隆运气真的很好，就是后来我们非常有福气的邀请了就是蔡校长来到基隆。我其实那时候真的是非常振奋人心，因为全国89所社大，那每一家每一家的经营状况不一样，但基隆有得天独厚的市府的支持，那我们现在就缺一个很棒的 leader， 然后带着我们的团队往前再迈进。所以去年跨出了那第一步之后，也谢谢向来就是陪着我们，非常就是其实也不是陪，是带领着我们一路就是朝我们的期待的两大愿景，一个是全龄社大，一个是实体社大。那其实全龄大家就会疑惑，全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客群要整个向下延伸吗？我们要连婴儿也可以参加？对，就是我们要连幼儿园也可以，婴儿也可以，因为我们亲子课程也是鼓励，就是带孩子过来。那其实整个全龄社大的概念是，因为我们去分析了一下过去基隆社大的年龄层，大概在56到60岁是我们学员最大客群，那就大家可能会把它定调是那是老人学习才会去的场域，可是其实不然，其实社大里面我们的师资我们的资源是非常丰沛的，只是这块可能就是还没有让大家认识。所以那时候在思考怎样向下延伸到刚像我们待会安教授也会分享国小、国中、高中，它刚好是一个契机，因为现在一直在讲蛇年国教嘛，然后从108学年度课纲开始，它讲的就是跟你社区、你跟你周遭的连结。那这块其实是社大20多年来办学最丰沛的能量就在这里，因为他们就是在地扎根非常的深厚，然后这一块真的有很多很多可以去做分享，所以在我们的国民教育阶段，社大可以扮演很棒的角色。那再来就是青年的区块，其实这几年很多不同的部会一直在推青年返乡啊、青营共创啊、在地创生等等计划，就是一直想要呼吁，就是年轻人对于在地你的土生土长的环境的认同感。那其实社大在这块有很大的社会责任。那包括中壮年，我们现在就是中生代的精英，那我们要怎么运用他们现在手上有的社会资源还有他们的能量，然后让他们可以就是更投入这个社会。那还有我们原本就一直照顾得非常好的我们的高龄的那个学员们，这就是我们整个全龄的规划，它大概是分成这几个阶段。那再来实体社大，那真的是全社大人的梦。好，就是因为社大其实真的会蛮辛苦，就是我们可能要去借很多别人的空间，然后我们来开课，我们来办学。那基隆就是有好一点点，就是107年的时候，那时候仁爱国小有5间的教室整理之后，就专属佛社大使用。可是其实全市民的终身学习量，不是只有5间教室就可以满足，所以我们每个行政区都有教学据点。那到现在有30几个教学据点，那但是社大看我们现在这波的转型，我们期待不是它只是一个学习跟教学的场域，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任务在。所以如果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园区校园，然后稳定的可以让他们在那边不只是上课学习，我们志工伙伴们，我们社团也在那边有一个专属的空间，然后可以活化，有很多的团队可以进驻，这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一个理想值。那其实基隆是比较勇敢，我们率先就是跨出第一步。那刚好今年我们一直在寻觅比较适合的空间，那也遇上就是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就是今年月美校区刚好去做一个就是这边撤场，那社大这边也很积极的进场，我们去评估了整体的状况。那现在陆陆续续的一直就是在做
搬迁，然后也都到位。这过程中的细节，待会真的可以请校长来一起做分享。那以上是我们初步大的规划。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全龄，而且现在要挑战的是实体，而且真的就已经在进行。我们要赶快请我们的校长来跟大家分享。哇塞，这个挑战点在哪？然后月眉校区的未来经营规划又是什么？我想两年前社区大学刚过20岁的生日哦，那包括那时候社大专法发展条例也通过，那小英总统啊到剥皮寮那边参与我们的社大20周年，那对社大整个下一阶段的社大2.0下一个20年，其实有很多的勉励跟鼓励啊。那我想可是我们回过头来哈，虽然说社区大学发展条例通过，可是社大长期以来哈一直无法去突破的一些，也可以说柴米油盐酱醋茶最基本的东西，包括教学的场域哈。那社大当然也有随着整个社会年龄结构也师生有一些老化的一些现状啊。那面对这些如何去突破社大现有的经营的一个现况，那实体社大是我们觉得非常重要，所以这一次在社大专法里面针对场域，我们就提出了应该主管单位应该要无偿协助提供给社大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场域。因为以台湾来讲，台湾如果我们以成人，以大学毕业成人占了75%这样的学员群那个族群，可是我们整个的在不管是教学的资源啊经费政策，其实是远不及人口的结构变化啊。那如果说你整个国家的一个发展竞争，其实它在整个教育的学习的氛围跟年龄层，它不能够只框定在正规体系的一个学习，其实占了人生3/4的这一块的终身学习，它其实未来是跟整个国家发展是面面相关的。所以我们觉得说如何去看待整个终身教育跟社区大学的一个发展，那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中间，场域一直是社大痛苦的来源，因为社大是寄人篱下哈，那用的不同的一些场域，那每一个场域都有他们的一些要求，当然会本位主义，所以其实很多部分社大有时候课程上到一半场域不见了，好，或者说很有一些要求哈，让社区大学没办法继续在某一些场域来做那个经营，甚至还有要搬家哈，那甚至还有。学校随着有些没有少子，有些县市还有人数增加，那原本我的办公室在跟校本室在一起，结果办公室要迁到很远的地方，然后每天要搬那些设施设备来到教学点，其实这个过程是那长进的苦头。然后顾中华教授，就社区大学全国促进会的创会理事长，他说啊，社大就像那个拼装车，它没有一个甚至说像地摊哈，过去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实体校舍，那很多的社团经营、课程经营是不容易，因为学生有时候下课时间一到，就警卫就把所有的灯源全部关了，摸黑下课哈，你根本无法在学校逗留，更遑论社群的经营、社团的经营哈，其实是非常不容易。那所以我们觉得说基隆真的是率全国之先哈，愿意在全国少子化下，我们如果统计全国50人以下的学校，国中国小其实比例非常的高，可是愿不愿意，县市政府愿不愿意把这样的一个已经比如说不管是病校废校的哈，不是说很偏远人烟那个稀少的地方，其实有一些其实就在城市边缘，那这些场域它如何能够提供这种所谓的混龄的学员来做学习的据点，好，那基隆当然就是他愿意以台湾头这样的一个城市，好，那来带领全国的社区大学逐一个梦，就是实体社大的梦。其实这在15年我们在教育部时就一直在推，刚刚在影片上面的我们现在全叙部的政务次长哈朱南贤，那时候就想要带着我们至少先从北中南。希望先有一间实体社大，可是过了15年，就是这个梦就是没有圆，一直到今年在基隆我们圆了这个梦，而且非常快，我们2月22日市长的记者会上宣告，我们8月1日就有了月眉实体校舍。我想大概在很多县市在行政的过程很难这么短的时间内从承诺到实践。好，那
这个部分我想对私立大学来讲，那我觉得非常重要，而且我们也希望说以基隆这样的一个案例，让其他县市也看到，其实实体社大不是大家想象，我需要多少的资，不止一个校舍，我要多好的资源投注才有办法去达到这样的实体校舍，其实它是可以预期的，不管是人事的成本、经营的成本，它是可以被预期。我们就希望说，在基隆这样的一个案例下，让全国各地他愿意未来愿意把这样的一些余裕空间慢慢释出给社区大学，所以我们对实体社大的一些想象就不是那么单纯，它只是一个教学的场域，只是教学教室。所以在月眉校区，我们在月眉学院，我们希望说，它在整个文化传承也好，社区营造也好，城市发展也好，社群的协力以及环境永续、社会创新，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园地里面被开创，去圆这个梦哈。包括文化传承啊，我们其实月眉路啊，以前其实就是运矿煤矿的那个轻轨啊。那过去月眉国小啊，也有非常非常多矿工孩子啊。那所以我们觉得说，文化传承如何让来到月眉学习的这些师生，甚至参与的社区民众，知道这个地方过去的历史，所以我们从文化中心在整修以前故事馆的日据时期的矿车，就运到了月眉校区。所以月眉我们未来会有非常多的点，它其实进到这个学校就可以看到过去基隆的一些发展，包括海洋文化，包括矿坑文化，好的。那当然社区营造，我们希望说未来整个月眉校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培育社区组织的一个温床。好，那在这里面其实我们才刚进驻，都还在整修过程中间，包括我们的社规师啊，包括他们的培力团队，都已经到基隆社大月眉校区来。好，那希望说未来在这个里面能够有一些共创，甚至我们的木工教室，他们觉得说还可以共用，如何打造一个未来让青创基地，甚至包括这样的一个木工职能的一个培力，甚至包括我们可以像小白屋一样啊，台北小白屋一样，未来它可以透过环保啊的一个建构，在这个木工教室里面啊，来让民众的一些家具的这种修缮哈，然后都可以在这里面来共用共享啊。那当然包括城市的发展，我们希望说这个基地它是一个所谓的聚落型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场域，未来能够带动整个城市的一些发展的议题。那社群学历，我们也把这个空间我们有几间教室作为共创基地，好，大家社群可以进来一起共享共用。那当然环境永续，我们在后面的后山，包括那个现在的东方风的一个引路教学以及富裕，都会在这里面来完善，以及青年人的社会创新，也会在这个月眉校区来共同来推动。我想在这个过程中间，当然要达到这样的愿景，我们师生的投入，从开始月眉校区的一个整理，刚开始每一间一间有非常非常多的清运工作都需要投入，那我们其实志工几乎现在是每天都有一群进来。好，那我想这个部分其实它有很大的帮助，大家都可以看到啊，一点一滴都是他们的投入跟心血跟汗水，可是也可以看到，我们让很多的一些梦想一间一间逐梦啊。那很多你可以看到在打扫过程中间，然后慢慢的就长出一间一间啊，从那个什么那个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啊，那包括这些清洁窗户啊，那因为它有一些部分，因为人力后来比较少，月眉那当然有一些教室，可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一间一间去营造未来的美丽校园。而且我们的想象是每一间教室都可以长得不一样，它还可以有很多情境教室，每一个师生社区的民众来到这里不只学习，他还可以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找到他可以在这里面畅谈社大的愿景，畅谈他们组织想要做的理想。那我觉得在这里面师生是可以不只是蹲点，我们是希望这里面是打造一个有感的一个学习环境，也可以作为未来其实社大的学习场域是可以这个样子的。好，我们也希望被看见一种不一样的学习样态。
真的给人满满的感动。从校长的谈论当中，我们可以想象未来我们的社区大学它是实体全龄的，而且它是多元的、多样貌的。那说到这一个学习，我们一定要带大家来看看，因为碰上了疫情嘛。其实我们在社大有一块区域是照顾我们的长辈，大家都会可能想说啊，长辈可能没有办法线上学习什么，但其实并不是。停课不停学的时候，不只是全部学子全面化的进入数位学习，连我们的长辈其实也跟上了时代潮流，一块。看看他们的突破。看着镜头内的学员，年龄加起来破千岁的学习团，每位都超认真，运用手机或平板都可以跟上各种课程的老师，在空中与同学会面，还可以相互交流学习。大哥大姐们在学习这个线上教学部分，一定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有 Google Meet、有 LINE 的会议室，都很适合他们。第一个，他们已经先排句说啊，我不会不会。可是呢，我们乐龄中心呢，就一个一个教他们。我们在乐龄中心呢，开启两种不同的一个教学方式。第一个是同步教学的模式，第二个是同步教学，再加上预录制的一些教学影片，在 DIY 的部分，比如说我们有和谐粉彩，还有我们的服饰制作班的部分，就会开启所谓的同步教学，再加上预先录影的录好的一个教学影片。养生运动课程的懂自懂，和谐粉彩的静心创作，裁缝做衣的各类技巧，口琴技法的音乐响应，甚至还有电影观赏的线上讨论，都可以看见银发长辈投入学习的一面。从刚开始的摸索到最后的成果展现，每人是收获满满。我是服饰班的学员，那透过线上的教学呢，刚开始是有点不大习惯，因为毕竟是对着镜头在看学习。那真正学习了之后呢，我觉得透过老师的讲解跟影片反复的一直的看，然后自己在演练，那我那天下午就当场就把衣服就做好了，所以我觉得成就感蛮高的。在现在这个疫情的时候，这样的学习方式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方式，让我的学习不会中断。对老师来说也是一大挑战，经过几个星期的摸索，每位老师也发展出独特的教学技巧。线上因为疫情的关系，那不得不把实体的那个教学内容呢，整个改成线上的一个模式。那对我们这种实务课的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要有很多的准备，平常准备只要是一份就好，但是最起码要准备到四份的一个作业，才能够拍整个的那个前置作业，然后让学员之后就是说上完线上教学，后续还可以继续的看影片学习的一个比较清楚。所以呢，这也是我们未来老师们必须要精进的地方。善用线上各式媒介，建立起长者的学习平台，让银发族疫情期间持续学习，战胜孤独，也透过学习带来更好的生活品质。真的，其实银发长辈他们学习之后就可以战胜孤独，而孤独这件事是银发长辈都在面对的问题。那当然这一次碰到疫情，不知道社大是如何，因为我们先请薛科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其实这次疫情在三级警戒之下，社大是没办法开课的，就蛮长一段时间，两个多月。那这段时间其实真的做了很多的因应措施，包括刚提的数位的课程，然后线上的学习的部分。说真的，长辈尤其是长辈对于年龄跟科技的限制，就是对于他们，就是一开始在讨论线上课程的时候，讲师跟学员都有一点抗拒。但是其实社大，我觉得社大作为一个终身学习团队，他们很棒，就是他们也是社会稳定的很重要的一支力量。所以除了包括帮忙我们的老师学员去做真人，他们立刻一系列的线上课程就出来，然后找的就是很棒的老师，然后带着大家一起认识，然后学习不同的线上的工具。那再来，其实他们就是会有一系列的公益讲座，因为刚刚提到就是一个社会安定的力量，其实大家每天的新闻都让就是人心惶惶，然后情绪真的相对在那段时间是很需要被安抚的，所以一系列就是在心灵讲座的课程上，社大也立刻有他一系列的规划。那再来就是我们的线上课程，其实在整个停课过程中，各县市的社大也都在做一些线上课程的开设，那大概平均都大概
一两成左右，他们去做转化，原本的实体课转成线上课。但基隆社大，让主持人猜猜，我们有几成的课程转成线上？100%吗？快六成，快六成，对，就是全国平均大概10-20%，我们就快60%的课程就转成线上，这就但是是一步一步来，而且这个我真的必须非常敬佩社大团队，因为很多时候在那样疫情的高压之下，大家急救这样就觉得说你有课你赶快开，你可以线上你赶快开，可是社大它是一步一步，他们申请，然后。那个观课，然后巡堂，确认了这个线上课程的品质是可以对学员负责的，他们才正式转线上课程。对，所以在一开始的起步，我们不是立刻就达到60%，是一步一步来。但是后续你知道它的过程中，你就会知道它的课程是有品质保证的，它不是就只是一个线上的课程。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非常幸好去年我们那时候针对我们优良的课程有拍了快40支的线上课程，那时候也想说，学员在家也可以动一动，然后也可以有不同的课程，然后除了在我们社大官网，然后在就是基隆电视台，他们也可以随播随点随看，对对对，所以在今年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我们还是有预备啦，等后续就是疫情再稳定，还是再继续再储备一些课程，预录一些课程，以后就是有机会，就是让学员他们还是在家可以随时看，对，在这一波社大疫情的分享，没想到社大这么的严谨，他们要先申请，然后老师上课还要去观课，每个老师要互相观摩一下，然后确定可以的话，然后他们巡堂 OK 的话才可以申请上课。我们要请安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在课堂上有趣的事情？对，我想这个线上课程哈，我在这边可以举一个例子，然后一方面是我自己的例子，其实这个都是我自己的例子。刚刚有提到过，就是我们要开设线上课程的时候，一定要观课，所以观课不是我们去看别人课，而是我们在线上开课，在线上对着 monitor 对着电脑然后上课，然后社大的专员然后就进来，就是进到线上，然后看我们怎么上课怎么操作，甚至于学员会不会懂得怎么操作跟我们互动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必须要保证老师跟学生都是会用这样子的软体，然后会这样子的操作来上课，所以也就是保证有那样子的一个上课品质。那这个部分对老师来说是一个挑战，好，但是呢，我要提的老师的部分的挑战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于学员来说，我们知道社大一般来说年龄偏大，要他们去线上上课。首先他们心里面是排斥的，然后呢几个礼拜以后呢，经过劝说以后，他说好，那我们来试试看，我就诱导他，那我们来试试看，那会的同学去教不会的同学啊，这样子。那我特别要提的是有一个80几岁的学员，我们都称他叫做，因为他是年纪最长的，所以我们称他叫雷爸。好，那雷爸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办法，一方面他手机是没有 LINE 的，所以我们要他上网去 Google Meeting 这是实在是有点困难，但是呢我们的同学呢就很热心，对，很热心，不断的教他，然后甚至于鼓励他，最后他成功了。那成功的我要特别提的不是我们学员的帮助，而是他的孙子。我觉得这是我意外的发现，跟觉得这是这种线上课程意外的收获。每个礼拜要上课时间到的时候，他就说啊孙呢来哟，有了沟通的话题。对，所以他的孙子就会帮他把电脑设定好。电脑设定好，然后他要怎么看，甚至于怎么点进去看那个 PPT OK， 所以他到后来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期待上课，因为只要上课时间到了以后，他就孙呢来哟，马上就来了，对对对，然后他的孙子就很乖很听话，就因为一定要他帮助，然后他才能够完成他的课程，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上课方式，他变得非常喜欢上课，而且很准时。对，因为我们暑假就是上学期的春季班课程结束了以后，我们现在是放暑假，是那要等到秋季班课程这段期间，他就一直不断的赖告诉我们说啊，什么时候要上课，他就期待上课。那这种期待，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期待课程，甚至期待他们祖孙之间的这种互动。是，好，所以我觉得他这种线上课程，其实可以说是可以是一种轻盈共上，就是年轻人跟银发族，然后一起来上课。那我相信呢，有经过他阿公的这段经验，这个年轻人，这个国中生，他到后来的时候，他也知道，他也会了解社大金融社大在做什么。是，对，这可以看到真的是年轻人或者是银发长辈一起成长，而且重点是凝聚人心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的社大很强大的地方。那刚刚说到的，我们有实体课，我们有线上课，那这样的混成课程是不是会未来成为社大的常态呢？校长，我想补充啊，就是说，过去社大比较是以实体课程为主，好，可是面对师生当他不能够因为疫情不能面对面来学习的时候，我想不少师生都开始去尝试这样的一些新的科技啊，那也开始调整他的很多的一些教学方法，而且老师也会因应他整个班级学生的属性，不是都是 Google Meet， 有的用脸书，有的用 Line 哈，用他们最容易接受的工具好来做线上课程，甚至我觉得就是挖掘一种出路了。那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感看到非常多温馨的互动，除了刚刚安教授提的，那个孙子帮爷爷奶奶哈去设定各种的那个教学系统，你可以看到就是包括亲子啊，那个父母亲儿女帮忙哈，甚至你会看到在上课过程中间，有时候阿孙也在后面一起上，一起跳，一起动。那儿女也是一样，是就是说可能过去他出去上课就上课了，可是在这个线上过程中间，感觉家里在那个时段，甚至在吃饭时间、吃饭后，就大家一起上课，好，所以那个氛围又不太一样。那当然，老师这个过程中间，他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准备，甚至很多老师他为了让学员能够掌握这样的工具，他先个别的让这些学员认识这些工具，然后课后呢，真的还赶不上的，或者说在操作上面有一些就是不顺的这些同学，他还要课后去辅导哦。然后甚至包括有一些老师，他为了让学员，比如说好绘画，可是那个有的过程很漫长，老师有些都还要先预录，然后先传给学员做课前的准备。所以其实他们说上线上没有比较轻松，是哦，对老师的挑战来讲。可是也因为这一波，刚刚薛哥提了，我们在这学期春季班上学期我们就有达到一半啊，所以在秋季班，因为没有人知道疫情的下一个阶段会怎样发展，所以我们就把过去纯实体的课程规划就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有因为有一些可能还没办法完全转型，他可能还是以实体课程为主，好，那这个大概三成，可是我们大概会有六成左右，他就是混成课程，虚实整合，也就是说，当疫情比较严峻，那他当下就可以马上转成线上课程。那有一部分是挑战纯线上，完全没有实体。好，我们其实有些学生说，过去老师在教，大家都会觉得说实作课程很难线上。可是因为实作课程，我们学校老师可以准备非常多的道具，非常多的道具，对，好，直播组，然后那个很多东西，因为摄影镜头的关系，学生说有些反而看得更清楚，所以有些班级还挑战全线上，好，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也让我们过去一直觉得说，社大就是要面对面，就是要师生互动，那很排拒线上，可是经过这一波，我觉得有一些师生班级慢慢能够接受线上，所以未来这种混成课程，像比如说碰到台风、碰到国定假日，未来是不是有些因为场域空间没有或时间很难安排，未来是不是也可以透过这种混成课程，有些部分是可以用线上，就算走过疫情以后，他老师请假，我可不可以用线上来补课？所以我觉得未来就这种混成课程，说不定就另外一种新的常态，海阔天空，甚至老师可以跨区域，基隆的课程可能是高雄的老师来开的，我们的课程也可能是高雄的学生来收
来选读，所以我觉得它会有各种不同的想象跟可能性。是哇，这可以看到社区大学未来无限的宽广哦。而说到社大，其实最大家最在意的就是它跟社区的连接。要带大家看哦，这个社大历年来有一堂课叫做风动歌剧团，他们的这样的课程，他们呢就会下乡到社区来进行学员与地区进行紧密的结合。我们快来看看。来，阮三个人咧，拼照我，是五蕊目睭。啊，长短脚的，啊，伊本来就长短脚，啊，袂使撇手伊长短脚的代志啊。聪明的媒人婆该如何让独眼新娘与长短脚新郎相爱结婚呢？风动歌剧团下乡巡演，展现歌仔戏的魅力，让所有与会民众与贵宾看得津津有味。这是我们社区的一个福气，那他们用这个三人五幕这个题目来宣传我们中国传统艺术的这样子的活动，我想对你这样非常有帮助。当我在发这个文宣的时候，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做为什么有三人五幕，但是今天看到这个非常感动，这是我们最欢喜快乐的事情。歌剧团是由一群热爱歌仔戏的民众组成的，从唱腔、演技到舞台装，全都自己来。在雪莉快老师的指导下，团员们越演越有兴趣，而且越来越厉害。三人五幕的故事，那这个是三人五幕，是一个俚语，好，这是一百个新娘加一个摆卡公主的故事。好，那因为那个双方各有缺点，所以呢，我们的超级媒人婆崔水好小姐呢，这个媒人婆呢，促成了这一段的姻缘。好，那是一个非常爆笑轻松的一个喜剧，这样的借由多场的演出，让学员呢能够在艺术方面更加的精进。好，那现在呢他们训练真的是很有数了哈，在这个活动当中呢都可以自己化妆梳妆，然后准备头饰制作服装，全方面的都是自己 DIY 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艺术下乡活动，除了很有意义之外，可以做一些社区的推广之外，对学员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成长。在练习的时候，我的还生怕说这些演员上了场怎么办，结果他们穿服装好像戏神上来了，他们个个都演得非常的生动活泼。那我们这次下乡活动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希望能够培养更多人来看歌仔戏，然后看看能不能吸引一些年轻人来欣赏我们这个传统艺术文化做一个传承。风动歌剧团呢，是由我们基隆社区大学歌仔戏班所作为班底成立，我们非常感谢老师团长他们多年来在这方面的努力。那这些年来呢，我们基隆社区大学歌仔戏班下乡演出，在地文化生根这部分都做了很多的努力。我们也到了许多的国民小学去指导小朋友们对于在地文化呢，对于歌仔戏有更深一层的认识。那我们也希望基隆社大在这个在地文化生根方面呢，能够不断的开枝散叶，让我们的在地传统文化能够让我们下一代的青少年朋友呢，也都能够认识，都能够喜爱。这一次下乡巡演，将歌仔戏趣味的一面呈现，也看见大小演员的功力，深获好评。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加入风动歌剧团的行列。可以看到风动歌剧团，他们就直接下乡，也串起了地方情谊。那当然也就带动我们的一些地方创生，还有情谊共创的一些话题。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校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崭新的社大2.0，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计划？其实，在2018社区大学专法通过后，其实它更清楚了在第三条的整个社大的定义条，用六次地方在地。六次出现六次，也就在法定定位上，把社大跟在地跟地方扣连得更为紧密，让社区大学它的一个发展自己的一个定位跟价值也更加的清楚。
那我想，基隆社区大学其实多年来，它也一直在连接地方的发展。不管刚刚我们看到风动歌仔戏团，它其实是廖雄姿老师、子弟兵徐立坤所带，而且廖老师也多次来到基隆陪伴。那不止这个了，我们包括像基隆学社也好，那我们其实每一年几乎都会办基隆学研讨会。那我们有基隆学学程，那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请安老师来分享。其实包括每一年的中研季，刚好这两年是因为疫情，那用比较那个就是没有简化的方式来运作。可是我们虽然没有采接，可是我们还是把中研季透过我们的一些那个专案或者一些带入学校，像我们才刚在仁爱国小办的整个基隆市的国中小老师就是国小老师如何把中研季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价值然后融入到课程课纲里面去，成为教案。好，那其实才刚办完两天的营队。好，那其实我想在整个基隆，不只是我们在做这些公共参与，或者说把甚至是基隆的生活艺能课程社大，那它如何融入基隆的价值跟文化？那我们包括我们现在在黄大石文化馆，好，在暖暖那边，现在也正在展出叶俊麟的文化文物展。那叶俊麟是我们基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地的一个音乐家，我想全台湾闽南语早期的几乎都出自他的手下他的创作，所以在这个展览过程中间也可以看到他怎么样去跟在地文史去连接，而且非常多学校老师带着学生去到暖暖。其实本来上个礼拜天简上人也要过来，好，那只是刚好碰到台风，我想他应该会再安排时间，就是说他可以看到我们基隆社大他如何透过一些活动跟展出，包括这种风动的下乡，好，那其实他一直在做的这种社区的营造、人才培力的工作，只是未来在下一阶段，基隆社大可能会更扣紧这种在地的这种发展，如何让基隆社区大学他在整个城市发展的不同议题，包括我们接下来，比如说基隆有非常多的渔港。就像新兵山他们在做那个镇滨渔港，其实很多的老化，好，包括这些渔民的老化，可是这里面如何能够做亲民共创，好，让这些港都或渔港的这些的生活形态如何透过培力跟转型，那透过所谓的村落学习，渔村的村落学习，然后能够去活化。所以我们接下来在十月份我会办理十场走进渔港村落学习的活动、体验活动，那我们希望说，在这里面也把这种青年创业、渔村转型跟升级，还有包括海洋廊带的串联带起来。那另外基隆中研季这个部分，除了我们针对老师部分，我们还会办理那个小太阳体验营。让孩子们直接来体验，包括我们看到基隆中研季的放水灯，基隆中研季里面这种看钟米雕，以及它的点那个仪式的疑点的这些文化的背景，好，让孩子来认识。那另外就是我们也会接下来在十月、十一月，我们会针对基隆的地方创生办理几场的工作坊，让基隆目前在做地方创生这些团队跟基地。然后透过一些陪伴团体的陪伴，那我们在这里面做一些劳动。那另外我们基隆这几年这一两年最自豪的就是大基隆历史场景，好，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会做大基隆历史场景的导览人才培力，以及规划三条路线大基隆历史场景这样的一个散步去的一些活动行程规划。那我想在基隆社大这几个月我们引进非常多，不管是刚刚讲新兵山也好，那李启宏也好，还有包括那个吴用学堂也好，他们这些年轻伙伴，我们也透过跟伙伴的这些合作，如何来一起共创整个基隆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发展。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基隆的祈祷，好，比如像我们现在正在黄老师做整个淡南古道的一个那个工作坊。那今天是千里步道来讲，那前几天是王国宇老师来讲，包括整个淡南古道，包括这里面的矿区矿坑文化哈。那他其实是年纪很大，可是如何让这些祈祷他们所累积的这样的经验，所累积的历史的这种知识能够传承，好，所以我想在
不是只面对年轻人。那这里面怎么样让老人的智慧能够向下去做延展？这也是整个基隆社大在地发展上面如何去做保留。是，真的可以看到很感动，我们的中原记，然后我们现在目前的大基隆历史长青，那当然还有很多我们的已经迈入老旧的一些渔村文化，那透过不断的劳动，社大已经有计划有规划的来进行，这可以看到我们城市发展的另外一个动力。那说到社大，大家都会很关心它的社课程的结构，我们要请安老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刚刚说到的是那个已经成熟的嘛，我们的英法长者或者是我们的青壮年，那在课程规划，如果年纪再往下一点全龄的话，又怎么样的计划？好，是的，主持人好，这样子，社大呢，我们先讲一下现况，好，像今年啊，以今年的春季班来说的话，基隆社大有开122门课程，而且选课的人有2183人，哇，是，所以每一个学期都有2000多人来修课。好，来修课，这是一个学期哦，所以你就知道一年已经一定是超过5000人以上来社大上课，所以其实社大是一个很多人聚集来学习的一个场域。那这个场域呢，目前为止呢，我们按照旧的课程是分成六大领域。那这六大领域呢，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第一个是海洋文化跟环境生态，是跟环境有关系的。那第二个是身心健康跟养生保健。好，第三个课程呢是资讯科技与生活应用，譬如说手机啦，然后电脑啦，平板啦，这样子。第四类呢是人文素养与语言文化，譬如说日文啦，越南文啦，泰国文啦，等等这些。那第五类呢是视觉艺术与生活美学，那这也是很受欢迎的，譬如说各种绘画、书法、水墨、素描、插花、拼布，然后工艺等等，这是很多人很喜欢的。然后第六类呢是表演艺术与创新休闲，这是很多新的，然后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有很多很多个音乐类的，譬如说古筝、萨克斯风、乌克丽丽、卡拉 OK、陶笛、演歌、口琴、打击乐，你们大概想象不到，这个在社大呢，很受欢迎的，非常受欢迎。因为你在外面学的话，那个学费、重点费是很贵的，但是来社大。我觉得那真的是又好又便宜，CP 值很高哦。对 ，CP 值很高，所以呢，每次那课程一上去一选课的时候，马上就是秒杀，很多门课都是这样子。那所以呢，社大的课程其实是很受欢迎的，啊，其实是很受欢迎的。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当我们社大的终身学习法通过了以后，社大的终身学习条例通过了以后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社大它已经是一个全龄社大，所以已经可能我刚刚所说的那些个课程呢，大家会觉得那个留下来印象是有一点年纪的退休的公务人员或者是家庭主妇来修的课。但是呢，当他要面对迎来一个新的全龄社大的时候，很显然这种课程是面对必须要改革跟挑战的。所以未来社大的课程，我认为呢，可能我们必须要去考虑到有几类原先在社大的年龄层被排挤在外，但是现在已经纳进来，他们可以来进入社大的这一群新的年轻的这个族群呢，会是我们未来课程的开课设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象，譬如说我们社大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要强调在地化，所以在地的学校、在地的高中生、在地的国中生、在地的小学生其实都会是我们未来
社大开课所应该要预拟的一个开课对象。好，那我们举例来说，譬如说高中，那高中生跟社大有什么关系？好，那我们知道高中的课程已经，高中的课程的一个衔接呢，已经课纲已经在目的在培养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态度，终身学习。那终身学习要终身学习呢，它是要强调什么呢？要弹性课程，然后要学习历程和自主学习。那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特色跟精神，其实就是要走入社区。走入社区这个特色跟我们的社大是精神是一致的，特色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基隆一共有十所高中职，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慢慢的引导把这个高中的课程引进来跟社大，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叫他们来上我们课大的选课，选我们社大的课，而是把我们社大当作一个学习的平台。我们社大里面有很多的课程，社大的课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是非常非常的非常具有弹性。社大的课程开设是很有弹性的，是很有弹性的。好，那这种弹性到什么地步呢？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知道社大的开课是可以针对地方需求来开课的，因此呢，就会形成地方的特色课程。譬如说，社大开过网拍网购，自己当老板，还有这种课哦，现在还在啊，哇，好厉害哦，现在还在啊。那我们知道现在网拍非常的红啊，现在红，所以呢，你要如何的去成为一个网红，或者是你要如何去当一个老板，在有一个在这个网络上有自己的一个有自己的一个一个小店，对，你要怎么做？我跟你讲，你来社大，社大就教你啊，社大就教你啊。那还有呢，社大还开一门课。我们知道，我们基隆是一个港口，然后呢，我们非常的希望能够推我们的基隆的城市旅游。但是呢，那些个游轮来的时候，那些个外国人啊，都啊外国人，他来他要怎么样玩基隆？谁可以带领他？其实最方便的其实就是计程车，所以呢，我们也开计程车司机的英文啊。那这个也有很多计程车司机，他们就来学这个课程，所以这个是。这个我要举这个例子来说的，就是社大的课程很有弹性，而且非常的务实，非常的务实。所以呢，我们把它全龄社大的课程把它放在高中、国中跟小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引进高中，然后进来让他们进入我们社大的学习平台。那社大学习平台会带领他们进入到社区里面，那这个社区里面就引导了这些高中生，他们可以建立他们的学习历程，然后他们可以自主学习，然后进入到他们的地方。那国中生也是一样，好，国中生的新课纲呢，也希望能够串接到在地的文化。那高中，国中生里面可以每个国中呢，它有在地性。根据他们国中的在地性去规划他们的在地性作为他们的特色课程。譬如说我们西岸的这个仙洞国小，那么仙洞国小呢，我们知道西岸有一堆的货柜，从基隆港的发展的这个货物运输呢，是从西岸开始，然后西岸是大宗，一直到今天货柜都还是西岸的一个很重要的主流产业。先弄那个地区的国中跟国小，他们就可以发展他们的特色课程，货柜文化就可以成为他们特色课程。那么我们刚刚提到基隆中原记，
基隆中原祭是全台湾的无形文化资产的第一个全台湾的无形文化资产，这是基隆人的骄傲。一直到今天160几年以后呢，160几年来基隆的中原祭是没有断掉过的。那么这种强大的力量，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么有特色，而且这么历史含量这么高的这样子一个基隆中原祭，真的应该要让基隆在地的每一个小孩子都能够认识，都能够了解基隆中原祭。所以呢，我们这个基隆社区大学就在今年的仁爱国小，我们就把基隆中原祭，然后呢，工作坊来这个邀请这个小学生的老师，小学老师，请他们来加入这个工作坊，然后可以来设计他们以后回到学校去以后，怎么教小孩子基隆中原祭。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社大的课程真的是非常的有弹性，而且是务实，现在也融入了中小学高中的一些课程，也可以说是城市课纲的概念油然而生。剩下最后2分钟，我们先请学科来跟大家宣导一下社大的新目标新理想。新目标新理想，其实社大真的会非常的不一样，对，一步一脚印。然后其实因为我们一直都在 follow 基隆社大的脸书专页，这边呼吁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要好好的追踪，我们每天都不一样，每天都有新的进步。然后也欢迎大家就是赶快加入我们社大的行列，谢谢。加入社大行列要定期来追踪我们的脸书。我们校长好，我想基隆社区大学接下来我们希望说以城市作为教室，将师生带领师生走出教室，去记录生活中间的一些消失以及改变，也从班级的一些学习分享开始，然后走入社区去累积成为关心地方事务的这种公民行动，在跟老师的教跟学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中，我们希望能够逐步去累积公民素养，那长出城市治理的能力。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在基隆社大累积他22年的一个校史过程中间，未来能够富含师生的这样的一个在地叙说的能量，甚至成为城市发展最重要的一股基地跟力量。我觉得基隆社大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来做自诩跟愿景，是，真的是城市就是我们的教室。最后我们要请安老师。好，简单的说，我觉得基隆社大它就是一个平台，它真的就是一个平台。譬如说大历史场景计划已经做完了，考古已经做完了以后，那么那些个知识要怎么样去普及到市民，那就必须要我们刚刚你提到，譬如说我们要训练这些个导览人员，然后呢，借由这个社区大学的导览的这个人才，然后能够普及到地方，普及到给游客，普及到我们的地方。社区大学呢，它这个平台其实已经有了很多大家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个成果啊。那譬如说社区总体营造，我们也有很重要的成果。老鹰嘉年华其实就是由我们社大的课程，社区总体营造的课程，然后在壮观愿景里面，然后去开课，然后长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成果。那今天大家都知道，老鹰嘉年华是基隆非常非常盛大的一个嘉年华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但是呢，我们把它追根究底到后来的时候，其实它是基隆社大在壮观愿景所开设的一门课。然后呢，逐渐的发展出来的。谢谢。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隆是现在所有社大人梦想的实践场域。当然，推动的就是我们的全龄社大，还有我们的实体社大。那感谢三位来宾带大家来看到我们基隆终身教育的进步大迈进。感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那口讲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我也需要喘口气啊，我快撑不下去。1966，我是个案管理师，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你一个人照顾妈妈。